游人之报啦，今天是2022年新一年，第一次行山，那我们就行这个九牙岭的。九牙岭这条路线属于五星路线，景观都是五星级的，这条路线都是我其中一个呢比较喜欢去的地方来的。那我们除了行九牙岭，我们会由中九牙在虎口石壕那里上，那之后呢会经过一线新基、炎黄壁、小鸟回头石，然后呢再落埋南天门的。那我们大概就预七个钟头到啦，最慢七个钟头到，因为我们都要打卡拍下相咁样啦，因为都几多打卡位嘅。咁而家唔讲咁多啦，我哋而家出发啦 ，Let's go！ 今日游人子报会同大家由中九牙坑出发去虎口石河，沿途路经一线新基、炎黄壁、小鸟回头石，再进发凤冠南岩至南天门，全程7.7公里，需时7至8小时，危险程度为五星级别。而前往方法，大家可以在东涌市中心乘搭11号或23号巴士，车程大概20分钟左右，再于水口东站落车。落车之后小心横过对面马路，再沿住鱼南路往塘福方向行大概10分钟左右，留意左方有山径接上凤凰径第10段。虎坑石河位于大屿山南面的中九牙坑上游，亦是在中九牙和东九牙之间的汇合处。而凤冠南岩这个名称是指凤凰山南面一带的奇岩险谷，该处地势险峻，而且奇石处处，景观非常之丰富，绝对是香港行山胜景路线。但要谨记以上都属于一些攀爬高危的路线，所以新手是绝对不宜前往。留意到我哋左手边咧会有呢个咧东涌引水道呢个牌嘅，咁我哋就喺呢个牌咧有个路口啦，咁我哋就喺呢个位置上去啦。咁我哋呢条路线啦，其实都非常多嘅攀爬啦，因为我哋一起步咧行过楼梯之后咧会有块直壁啦，已经要攀上去噶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同埋经过石河嘅时候咧有好多落石噶。咁所以大家行嘅时候就唔好跟车太贴啦，费事有落石嘅时候咧都会造成危险啦。喂 ，Crystal， 上次你行完日落啫，话新一年要挑战呢个九牙岭喎。系啊，所以而家今日终于又愿望成真啦。系啊，好开心啊！紧唔紧张啊？爬呢个虎口石河，你望下我脚仔软啊？系嘛？咁你使唔使翻屋企先啦？吉真真。孭咗系，系啊！我哋负重上呢个大东山睇日落，再负重由呢个大东山落八公坳，所以今日系前日嘅事嚟，所以我哋而家只脚都冇难度，双脚不足地咁啊，已经系。同埋咧，唔知点解呢排咧同阿 Crystal 行山咧，个天气都非常之好啊！佢已经摆脱咗呢个雷神嘅罪名啊！2022年，我哋摆脱呢个雷神 Sunny Girl。我哋后面有个新衣 boy 啦，阿皮啦，但我怕你们两个合并埋一起会中暑啊，令到大家。咁讲起九牙岭啦、虎口石河、南天门呢条路线咧，我谂我自己都行过好多次，我谂都有10次啦，因为我由2017年开始行呢一条线咧，我谂一年都会行2次咯，因为我觉得呢条路线啦，风景靓啦，又有体能嘅挑战啦，咁同埋多打卡位，所以我好中意行呢度。同埋我始終覺得大嶼山嘅山啦，同埋間咧嘅風景，同埋啲水係最靚，所以我非常之中意大嶼山。但係始終離我工作太遠啦個地方，如果唔係咧，第時老咗退休，可能我都會考慮搬入嚟住嘅。Ready？ 耶！耶！好，前面咧我哋就見到個涼亭啦，10分鐘都唔使。咁我哋就去呢个凉亭啦，戴定手套啦。呢个凉亭，咁就做个休息先。系啊。Hello， 你咪阿宝。Hello。你唔系嗰个西贡直立板阿宝。系啊。有冇去过结界？打俾我。冇啊，带我去啊今日。今日去啊。今日去就结界咯。游人止步结界，我一定有啊。沿住引水道咧，一路直行之后咧，咁你会见到 number 5左牙呢个位咧，咁我哋就喺呢个位入去啦。
好，咁我哋咧就喺呢块壁嗰度上啦。系啦，咁我哋通常咧就会向住左边树呢个位置攀上去咯。咁如果你直攀嘅话咧，就会比较跣，因为你见到好多青苔。要唔要手仔？麻烦啲消防员先，走 go。呢度冇乜地方可以放。零零地方可以放。Hello， 好 easy 啫，系嘛？哇！我头先上嚟，觉得好好玩。咁我踩呢度嘅，好跣嘅。我扶你啊！哎呀，唔记得俾手仔你添。手仔，手仔。呢边应该对住镜头，手仔。唔好温水喎，喺呢度好痛啊！呢条。不行啊，殺啊殺啊，但是痛啊，不過你很辣渣，可以樹根穩固，好的樹根穩固。哎，死了，為什麼我肥了那麼多呀？真的肥了幾，公仔面一樣，是公仔面。我想問我們這裡打算爛不爛啊，真的。去到虎烤石猴會爛一點，這些其實有手腳位都 OK。 但這個也好像，是不是到你了？不要說那麼多東西了。上完第二塊壁之後咧，就沿住中九牙坑呢條鋼間一路直上，沿途咧都要好多攀爬啦。咁但係手腳位都非常之足嘅，因為有曬樹藤可以掹住啦。咁但係大家都唔可以依賴啲樹藤啊，因為隨時有啲樹藤咧枯萎咗都好容易脫落。咁我哋而家沿住間道一路上索啦。咁我哋第一個景點咧就係枯壁廊，咁陣可以去枯壁廊咧打張卡。佢呢個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打卡位啦，叫枯壁廊啦。咁就代表我哋呢個中九牙坑行咗一半啦。枯壁廊好宏偉壯觀嘅呢、這個。咁我哋咧就可以沿住呢邊啦，一路爬上去啦。我哋咧而家上攀咗上嚟啦，咁啲朋友已经喺下边啦，小心啲啊，曲儿，弯实啲，小心啲。我哋爬完上面之后咧，咁就小心啲啦，喺呢个位落翻去，咁呢个位咧都系一个比较好跣嘅位置，同埋右边都系一个悬崖位嚟。中九牙坑咧行咗我谂大概三分之二嘅路程啦，而家我哋又休个息先，因为都几攰啊，不停系咁爬扯上嚟，好唔好玩啊？阿皮唔攰啊？唔攰好玩啊？好劲啊！咁我到南天门再问下你攰唔攰先。好，拜拜，爆住汗嘅感觉非常之爽啊！好，而家我哋去到呢个位啦，又系要直攀嘅位置啦。不过比较矮少少啦，都唔难爬嘅其实。攀升咗一段路之后咧，我哋而家开始见到啲碎石啦，咁就开始入我哋虎烤石河嘅位置啦。咁其实我觉得虎烤石河唔系最危险，反而临入虎烤石河嗰段斜路嗰段碎石先系最危险咯。睇住啲石啊！你唔好再整石落嚟啦，拜拜。
知唔知小心啊？佢曲起只脚嗰阵时就会爆屁出嚟噶。我哋而家系虎烤石河嘅入口啦，我哋上完条碎石路之后咧，我哋就环绕去虎烤石河中间嘅大石，咁就会比较稳阵啲。做咩？哇，要做咩？我要箍啊嘛，放箍啊！你死肥仔！有啲，好高噶，仲有。其实你可以一路行到上顶嘅，但我会上老虎头影落嚟。我就係話而家咪放機咯。行到中間先，你見唔見有嚿突出嚟嘅石啊？坐喺個位。Crystal 過嚟啊！你呢度好碎啊，會冧嘅真係。你輕力啲，環移過嚟。我都輕力噶啦，其實。你試下連埋個手一齊行啦。四腳爬爬。係啊。呢啲石大粒啲喎，好似啊。嗯。而家嚟到虎烤石河的虎头啦，咁你见到后面就是我哋虎烤石河啦。其实上到嚟望咧，嗰条石河就比较直啲咯。咁头先我哋就一路沿住虎烤石河行上嚟啦，咁而家就上到虎头，睇晒成个风景。喂，咁紧唔紧张啊？预备三二，唔紧张，少少咯，系咪好轻松啊？好，再轻松过上次前几日，但系 Cookie 话好恐怖，好高，左右手我打开，一路唔敢喐，系嘛？剛才看到的姐姐都很厲害，挺好玩的，其實這樣攀爬，對啊，又可以減下肥，這樣攀爬好玩的，就這樣爬，是，沒錯，沒那麼悶，其實就這樣行樓梯好像更辛苦一點，是，我也覺得。咁我哋咧头先上咗虎头之后咧，咁虎头后面咧有条小山路嘅，咁我哋就沿住小山路上平台。咁个平台位置咧，影相个风景都几靓噶。不过咧，我哋玩咗阵之后咧，个天咧突然灰蒙一片啊！如果唔系平时蓝天影出嚟都非常之靓啊，个景。雷神发作又，你坚守唔到喎呢个Sunny Girl。Oh my god！ 咁前面咧，我哋就行紧去九牙岭上一线新机，咁你见到个山顶好大雾啊，好大烟霞，好大雾，影唔到呢个蓝天白云。太耐冇行呢条线咧，哇！上到虎烤石河我已经觉得好攰，以前都即系成日呢条线我都会成日去操，咁我都好有力气。行埋个蓝天门都仲唔攰嘅，咁我而家未去到一线新机，已经觉得有啲疲累啊，同埋而家唔系好晒咯。头先我哋起步咧就晒啲，因为头先几晚太阳，而家咧就开始多云咯，唔系好影到嘢啊都。
咁而家都出翻太阳啦，但你见到阎王壁嗰边都好大雾，唔知点解枕住嗰边都系好大雾。我试过去两次系有太阳，其余咧劲多次都系好大雾。好，咁我前面呢度咧就系一线新机落去嘅位置啦。咁而家咧加咗条铁链嘅。有好有唔好咯。早几年去嘅时候咧，咁佢就冇铁链咯。咁有晒手脚位啦，其实都小心啲都比较安全嘅。咁通常就乌低心落啦，但系就小心唔好跌落右边，因为跌咗落去都系一个深坑嚟。我而家落去啦。咁过咗对面之后咧，通常影相就会喺呢边影过去咯。都好靓，嗱而家非常之蓝天啊！我哋而家咧过完一线新机啦，我哋就进攻呢个阎王壁啦。你睇落去好似好高好斜咧，但系爬上去嘅时候你又唔觉嘅。咁我哋而家时间1:07啦，咁我哋希望两点啦，希望2:30之前可以上到小鸟回头石，咁就大休食嘢，之后就进化去呢个南天门。南天门都好多景点嘅，咁有嗰个凤凸塔啦、凤凸台啦、陆上破边啦。仲有这个锦树观天，不过锦树观天我们今天未必有时间去了，再去埋个南天门打埋张卡，慢慢躝落山。因为而家我和我的队友咧，只脚都很痛啊，膝头，所以我们真的要慢慢躝落去。几经辛苦咧，就行完呢个阎王壁，咁而家咧就去小鸟回头石啦。咁点解佢叫小鸟回头石呢？就是、因为嗰嚿石个头好似只鸟咁样回头，所以佢叫小鸟回头石啦。去到小鸟回头石之后咧，咁我哋就沿住右边有条小路，咁就落翻去，开始我哋南天门嘅旅程啦。而家咧，我哋落紧去咧，你见到前方咧会有嚿正方形嘅石啦，咁就系凤凸台啦。咁佢侧边会有条比较直嘅路啦，咁嗰个就叫凤凸峡咯。咁我哋会喺凤凸台啦，企喺嚿石上面，咁就放个航拍打张卡，咁影出嚟个效果系非常之靓嘅。呢边好靓咩？右边啲，真系好似牙咁啊嘛！呢度啲嘢查到，大牙顶。而家咧，我哋就喺凤凸峡落紧山啦。
咁我哋咧行到差唔多咧，我哋又见到第二个打卡位啦。咁又称陆上坡边，咁就系嚿大石啦，劈开一半，中间有条好齐整嘅罅，咁影出嚟系非常之靓。呢一个系咩嚟噶？石天窗呢、这个又多一个石天窗啊！系啊，打开心窗，打开。咁你行出去咧，个心窗打开咗之后咧，个景系非常之靓嘅，因为咧佢就望到好宏伟嘅呢个应该系积木崖啦，如果冇记错，好有气势啊！原来窗外嘅景色系咁宏伟啊！哇！我哋行咗起码九个字嘅密林，终于嚟到蓝天门。我后面嘅蓝天门啊，我哋阵就要爬埋个蓝天门，就上翻凤凰径落山啦。好靓啊！呢、这个女神点啊 ？Crystal 有咩感觉嘅咧？开唔开心？定系加油劲？一般啦、啊，接受到啦，嗬。接受到嘅。再难度啲都可以，都可以 try 嘢。try 系啊，好靓啊！今日个风景，好，我哋继续向呢个蓝天门进发啦。Watching the TV screen. Now we're just betting on broken dreams. Nobody's gonna come and save us. We cash in too many empty favors. Yeah, yeah, 我哋今日咧终于完成咗九牙岭去蓝天门嘅旅程啦，非常之开心啊！有好多打卡位啦，又可以有体力，同埋新一年啦，我哋行个新运啦，所以今年应该行大运，行大运之后冇嘢难到我哋噶啦。系，咁我哋今日有个体能挑战啦，都系为我哋个苗条嘅身形做好预备啊。咁所以夏天咧就大家等睇好片，做足准备。咁咧而家我哋行完南天门上到嚟凤凰径啦，咁我哋之后咧就向右边方向。沿住鳳凰徑咧，落翻白公坳，咁就搭車翻翻市區，翻翻東涌，再食嘢，食嘢打邊爐，牛大人啊，正啊！咁我哋唔講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睇個片，記得 subscribe 遊人止步 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好靓啊！落山嘅时候啊，都见到一大片金黄色嘅日落黄金芒啊！其实我想讲咧，本身我呢两位朋友咧 ，Crystal 同高儿咧，之前我行北天门仲好劲，但唔知点解今年见佢咧，同埋我都系夹紧住落山，威唔威？好劲啊！真系中女夹夹脚啊！嗰啲叫咩啊？我哋叫同行者。唔系，嗰啲叫咩？队友啊！屌，笑下，好开心咁啊！唔使指咁多噶啦，互望笑下，互望。玩咩噶？唔得嘅，边个
噶，系咪啊？报你濑屎啊，头先。今日游人止步又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中意睇我嘅片，记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仲有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